我们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一样东西我非常欣赏的。你看，每次不管哪一班的政治，搞到人山人海，结果搞破坏。但是你们发觉，华侨的搞人山人海从来没有破坏的，因为全部都有良心的人。我们做人要会做人，这些都是会做人的人，所以今天都来这里，你们都会做人，所以你们所做的事都是对的。校长，我不是全部的校长，包括教育里面有教育高度的，有博士学位的，他们都是会做事的人，所以他们所有人都会做事，但是他们不会做人，所以他就害死很多很多的人。我们基本上是好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这里都在这里呈现出来。